婷婷，我哋一齐玩飞人棋啊！只要将呢四个棋飞到终点就可以赢噶啦。但我唔系太想玩呢个游戏，我自己一个人玩唔到噶。你自己玩啦，我要去搵思雅啦。婷婷唔想玩飞行棋呢个游戏，所以佢自己先行离开，留低对方自己玩。朗希觉得好唔开心啊，因为冇人陪佢一起玩。婷婷，我哋一齐玩飞行棋啊！只要将呢四个棋飞到终点就可以赢噶啦。我唔系太想玩，不过都试下啦。我跟住你做啊。虽然婷婷唔太想玩飞行棋呢个游戏，但佢仍然尝试同朗希一起玩。婷婷做得非常好啊！朗希同婷婷准备一起玩飞行棋啦。不如我哋拣颜色先啦。你想拣咩色啊？我拣红色啦。咁我拣黄色啦。朗希同婷婷一起玩同一个游戏啦，而且会跟住对方嘅选择开始玩。我哋同朋友一起玩嘅时候，虽然有时未必想玩对方揀嘅游戏，但系我哋一起玩紧嘅，如果留低对方自己玩，对方会好唔开心。我哋都唔想朋友唔开心，所以会尝试对方揀嘅游戏一起陪佢玩。